就是因为因某头家。看什么？都不记得了吗？我记得你前天帮我钻炉，昨天带你叔叔来看病，这样吗？不是那个啦，我是说前天晚上那个。年轻人，你讲话可不可以讲清楚？我听不懂。就是前天晚上我们那个。不要这样啦！你坐太牢，对你来说，但是我太丑，我不够漂亮，但是我太胖，我又那么糟糕。靠！